刚开始啊，我还是替这个霍师傅担心，但是经过第一回合之后啊，我显然为他这个对手来自厦门的这个，也是在厦门非常有人气的这位散打王啊，对他有一丝担忧了。您到现在啊，他这个散打这一些动作呀，显然对这个霍师傅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哎，优势。我捡到了，捡到了，捡到了！对啊，显然对这个霍师傅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优势。我捡到了，捡到了，捡到了！说时迟，那时快呀！捡到了，捡到穴了，来现场来看一下来。哎呀，在这一个，来，一不个要迎慌击，张这个啊！前手瞬间啊，这个霍师傅这个前手啊，打到了对手这个穴位啊，穴位点到心脏这儿了。来，让霍师傅来。霍师傅现在也是对他的这个对手啊，进行这个解穴的一些动作，来进行这个活穴。啊，因为这个瞬间那个身体麻痹啊，也是非常的痛苦啊。啊，他也是不断的在击打他这个后背的一些大穴。医生也下来一下。点上了，点上了。来，医生，我估计医生治不了这个病。现场朋友给我们来自厦门的这位选手点掌声好不好？你下我们这个厦门朋友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再缓一下，因为这个血液循环没有那么快的流动。来，直接宣布比赛结果，霍燕山师傅获胜。